嗨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于 APISIX 的 K8S 网关建设。下面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叫曾强，来自武汉木商科技。我们公司主要的产品是驾卡宝典、买车宝典等。之前从事的是架构开发，后来转到系统运维，从系统运维融宝云原生。目前主要从事的是 DevOps、可宽恕性云原生相关的工作。今天分享的内容，现有网关建设引入 APISIX， HEM 部署 APISIX 集群，自营容器平台集成 APISIX CRD， 南北向流量治理。现有生产环境南北向流量治理使用的是最最常用的方案 Nginx Ingress Controller 作为南北向流量入口。这套方案已经在生产环境运行了有三四年了，一直都比较稳定，没有出过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有几个痛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，使得我们另寻其他网关来替代现有的这个方案。 Nginx 旧版本修改配置信息需要 reload Nginx 进程，当服务 QPS 很